我是 T1 的太阳啦啦队。想说可以跳槽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怎么会？是跟凯西那个一样。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就是互相看到彼此，就借由这次的机会，然后可以就是大家面对面，然后一起相处，一起练习，然后一起表演。拜托拜托，订阅公视体育 YT。